我的，这是我的酒啊。嗯。你们俩到底为啥都动作呢？我这个。这你能喝呀、啊？能忍多能。小菜儿。嗯。这是庄河大古迹。就摘这玩意儿，采这玩意儿，就采这个。纯野生的。搁冰箱冻上。还有野菜。来，来。下酒小菜儿。来，吃口啊。这样挺好吃。来，是不是？嗯。兄弟，你我领那行。喝。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喝完饭了啊，这就喝了两杯，掺和小水果。黄鹤楼进去，黄鹤楼，来，那黄鹤楼行。嗯嗯，生活真美好，中午喝完，晚上又开喝。看看啊，转眼之间已经到了晚上了，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。这是下午呢，我刚才我给你们录了嘛，吃到了3点多。完了之后吧，打会麻将，5点半左右回来直播的。完了之后呢，直播到7点多，完了现在是8点多。哎，我自己呢，又来又喝上了。这家伙那个今天喝两顿儿，今天主要是有饺子嘛，就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嘛，所以哎搭配饺子咱就啊来点酒。来，亲爱的酒友们，咱们走一口吧。多好看的小嘎子、小杯子，羡慕吗？这就号小点，号大点，这晚上都能拿住。我现在就跟你们喝点小酒，聊聊小天得了。饺子，我跟你们说，真吃不进去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刚才吃没觉得咋地，就扣这么一会儿，那家伙给你蹭的冒泡了。好吃不撂筷儿，那还有好？你蹭冒泡了，饺子这玩意儿要不你看着你下回。要不你说得八分饱这玩意儿，哎呀，你们喜欢这种感觉吗？自己撸硬盘子。晚上跟老公坐在小热火炕头，俩人对饮，这小感觉咋样？老婆孩子热炕头的。嗯。哎呀妈呀！这酸今天包的这酸菜猪肉馅饺子老香了。这个肉呢是从黑龙江我姨给邮过来的，农村大笨猪肉，农老远给我们邮过来肉，我们刚开始也不知道，都那个邮过来都发货了才告诉我们，要我就不让邮了。这边我现在啥都猪呢，他说地主不要不要，我说都买完了，都装上了，赶紧的。哎呦，中午跟我不给你们拍了吗？跟我二舅、我三舅、我姨夫，我们几个喝的。这晚上，没事跟你们聊聊天儿。哎，小酌两口，喝酒这玩意儿就是少喝为好啊。哎，下午完了，我们那什么之后，吃完饭之后，打会儿麻将，陪我姨夫。去年我爸和我妈去年。在大连还有我姥，我爸我妈我二舅三舅我舅妈，哎呦我们几个天天换板抢着玩，这家伙我老公我们8-9个人呢，玩一副麻将抢着玩，有时候他上的，整个今天我爸和我妈回黑龙江老家了，可突然感觉好像没主心骨了似的，凑不齐了，没群了。嗯呢，其实也够，你说这二舅妈三舅妈咱们也6个呢，但是却好像就出来缺了主心骨似的。我妈是老大，然后那个我姥那个在我妈那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一天晚上都聚，每一天都聚，基本上天天上我妈家吃的。等他们今天回去了，好像那个突然就是感觉啊，这家一年没玩了。饭局没了，麻局也没了。饭局没了，麻局也没了。去年天天上我妈家蹭饭去，我们天天打麻将去。我真的，咱们从来不跟外人玩。我因为玩的不好，啥也不是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打麻将有时候吧，不打太大的你就不在乎输赢，你在乎的是啥呢？你坐那儿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后边还有一个人支你，哎呀妈呀，你打一张牌你都冒汗，哎呀，这不又出错了吗？咋的？你就输赢我真的不在乎，我就反正后边一堆人站在我后边指手画脚的。
哎呀妈呀，我这就我每出一张牌我都心惊胆战，我都害怕，我怕他们说我一出岔了啥。特别这种尴尬事爱在那个麻将馆发生，我就跟也没跟也别说没跟外人玩，我说的这一次经历是我真实经历。那会我三舅姥家他家开麻将馆的，完了之后给我三舅姥过生日去，过完生日之后呢就跟那个我姨还有两个外人玩的，完之后那瞅热闹看热闹人，我旁边四五个，我坐在门口那儿正好对着那个门那样子，我在边上，哎爸后边一四五个人瞅我热闹呢，完我一打个牌他们就出错，一打个牌就说我出错了，那给我整的老尴尬了，哎妈给我整的浑身冒汗都。我就我输不输钱不在乎，那样各把把出错牌呀，那时候真不会玩，现在比那时候强多了，这都好几年前的事了。哎呀你这干喝，你这是，哎呀不是要有点小菜儿吗，就是要小青菜儿。有我那有捆韭菜。韭菜不行，韭菜咋吃？嗯，韭菜咋吃？韭菜嗯真行。行了，我现在应该跟他们唠会儿嗑得了，我应该晚上半夜饿了半夜再吃。你说一盘炸酱等蘸一个绿花带吗？哎呀俺韭菜蘸点炸酱。行，我得出去走走去了，真得运动运动去了。妈岁数大了好像消化不了了。这饺子这玩意儿是好吃。但是吃多了你吃之前就跟你说真撑吃八分饱。我要关键你包的菜太好吃了不行吗？我出去运动运动去了啊，完了咱们下期见吧啊。